지금부터가 진짜인데. 아버지가 나한테 가르쳐줬잖아요. 너를 성훈 씨 연쇄 살인범으로 체포한다. 올라와 체포하시니까. 어지야!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今天为大家讲述高人气惊悚悬疑犯罪韩剧《Was》第一季大结局的故事。上章说道，有人举报疯狗涉嫌暴力执法，上司对疯狗做了停职处理。队长此时也察觉到警局中出了内鬼。九妹夜晚独自在家，却经历了惊魂一刻。毛太久找上门来，给九妹播放了爸爸死之前的一段录音，就是九妹耳边一直萦绕的那段声音。疯狗觉得九妹家已经不安全了，就借口九妹到自己家住，醉翁之意不在酒落。正片开始，毛会长把大直叫了过来，让他把疯狗处理掉。其实大直是有把柄在他们手上，南向太死的时候，大直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他想拿回他杀人的证据，可惜那个证据却被毛太久拿走了。毛太久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南向太一直在瞒着他和大直交易。毛太久从别墅回来后，毛会长大发雷霆，他跟毛太久说过不要再去那个别墅了，他想把毛太久送到国外暂时避避风头，但毛太久却并不想逃跑。他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拜毛会长所赐。看着毛太久凶残的样子，毛会长也有点害怕。其实毛太久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性格障碍，除了先天因素外，后天因素也有所影响。毛太久的情况就是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后才出现的，这种症状根本无法治疗。另一边，重案组队长也发现了大直被威胁的原因。大直的父亲因为疲劳驾驶撞了人，南向太也正好出现，先用此事威胁大直。大直无意中杀害了南向太的一名手下，从此他就被南向太彻底控制了。之前九妹作证时消失的那段录音就是大直删除的。大直指认队长是内鬼，让疯狗去怀疑他，也是南向太指示的。疯狗非常无奈，没想到自己最好的兄弟居然是内鬼。他约大直在小饭店见面，九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毛太久已经把目标指向了他，为什么还一直在拖延时间，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了他的。他觉得毛太久肯定还有别的目的，像毛太久这种变态杀人狂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毛太久小时候一定遭受了什么打击，所以才会成为现在这样。九妹在以前的新闻上发现，毛太久在12岁的时候母亲英兰就上吊自杀了，九妹拿到了一个电话号码，是英兰的妹妹静兰的，她现在住在国外。镜头一转，疯狗在小饭店见到大直后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大直非常痛苦，他也不想这样，对手实在太强大了，他们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他劝疯狗放下这个案子，他们根本没办法抓毛太久，就算是在现场抓住了他，上头那些人也会不断施压，吵着闹着要把毛太久放了。但疯狗却告诉大直，就算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也不能就此放弃，不管有多害怕也要坚持，坚持再坚持，要让别人知道世界不是这样的，正义从来都不会向邪恶低头。大直这才明白自己错了，他非常自责。反派死于话多，主角仰仗的就是自己的剧本比反派的字数还多，嘴遁无敌。九妹给疯狗打电话说他找到了毛太久的杀人场所，毛太久之所以会成为这样是因为他小时候在毛会长的别墅里发生的一件事，九妹也是从静兰那得知的。那时毛会长出差去了，毛太久想去海边玩，妈妈就带他去了毛会长海边的别墅，从那个别墅回来后妈妈就自杀了，毛太久也变得非常奇怪。虽然还不知道那天到底在别墅里发生了什么，但从那时起毛太久就成为了杀人狂，还在那个别墅里一直反复的杀人。有那味儿了，这编剧从犯罪心理那边挖来的吧。大直在街边买醉，毛太久突然联系他想跟他见一面，大直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机会干掉毛太久。毛太久约见大直的目的是为了拿回他别墅的钥匙，南向太之前把钥匙放在那个包里，大直虽然拿着钥匙但却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他用枪顶着毛太久的脑袋，可没想到却被人从背后偷袭了，千里送人头，关键物证有没有提前藏好呢？疯狗和九妹正在赶往别墅的路上，疯狗非常担心大直，他怕大直想不开去做什么傻事。这时他收到了大直的信息，说会把欠疯狗的都还上，疯狗立即拨通大直的电话，但大直却已经关机，意思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拿到毛太久杀人的证据吗？全场唯一真预言家在此。另一边，毛太久把大直带到了别墅，准备好好的享受一番。疯狗和九妹赶到别墅后发现毛太久的车也在这里，
但他们并不知道毛太久已经把大直带到了地下室。这个地下室的布置吧，编剧你敢说没有照搬 FZ 大结局中麻婆和切丝的对决场景吗？其实当初毛太久和妈妈来到这个别墅时，毛会长也在这里，他正在地下室处理竞争对手。毛太久看到了爸爸杀人的过程，毛会长也很郁闷，他怎么都没想到儿子居然会来这里。妈妈赶到地下室也被眼前的事吓到了，毛太久就是因为这件事精神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他心里逐渐扭曲，所以才会成为一个怪物。有钱人家的玩意儿弄个别墅来杀人，真是会玩呢，这算是子承父业呀，上梁不正下梁歪。地下室里，毛太久准备干掉大直，大直非常害怕，他没想到毛太久居然能变态到这种程度。毛太久就是在这个地下室杀了无数人，疯狗和九妹进入别墅，但他们什么都没发现。毛太久处理完大直后，终于发现疯狗和九妹来到了这里，他觉得很有意思，又可以好好的玩一玩了。毛太久切断了别墅的电源，疯狗和九妹知道被发现了，他们在楼上找到了一具尸体，是梦幻会所的娥姐。接着他们发现了通往地下室的通道，但只有大直一个人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毛太久突然从背后出现袭击了九妹，疯狗和毛太久互相用枪指着对方，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毛太久对地形比较熟悉，疯狗一时半会也拿他没办法。这时警方终于赶到了，只要毛太久一开枪，疯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他，但毛太久却选择了投降。他一直挑衅疯狗，好像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大直也并没有死亡，但他的脑部受到重创，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能不能醒来还是个未知数。然而毛太久即使被抓也依然笑得非常开心。毛会长得知儿子被抓后，连忙动用自己的关系准备把毛太久救出来。毛太久因为手臂受伤，状态也不是很好，就先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而救护车上的人都是毛会长派来的。毛太久被送到医院，院长也收到了毛会长的指示，他让毛太久处于假死状态，然后告诉警方毛太久服毒自杀了。院长以送毛太久去太平间为由，准备把他送出医院。而九妹的耳朵很灵敏，她听到了院长运送毛太久的声音。地下停车场早已有人准备好带毛太久离开，毛会长准备让他立刻离开这里，但毛太久却不甘心，他本是这里的王，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现在成为这样都是疯狗和九妹害的，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毛会长大势已去，以前对他马首是瞻的人都开始和他撇清关系了。毛太久来到港口准备出国，没想到却被发现了，警方前后包围，他们赶紧下车逃跑。九妹听着他们的脚步声，指挥大家去追击，还这里的王呢，也就是个被家里护着的熊孩子。他们逃到了船上，本来可以躲过一劫，但毛太久却突然袭击了同伴，并把他丢到了水里。九妹听到落水声后让大家前去查看，毛太久玩起了声东击西，趁机离开了这里。小伙子还不服输，就是太执着了。而九妹也用上了兵法，她通过媒体试图激怒毛太久，毛太久果然上当了，但九妹也危险了，毛太久已经对他恨之入骨。毛会长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直接自尽了，这儿子我管理不了，爱咋滴咋滴吧。毛太久把九妹带到了天台上，他表示自己杀了那么多人，却唯独对九妹下不了杀手，这还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吗？但九妹却得寸进尺，要置他于死地，现在他要开始惩罚九妹了。然而这时疯狗却突然出现，直接给了毛太久一枪，其实这都是九妹给毛太久下的套。九妹在媒体上故意激怒毛太久，就是为了引诱他。九妹知道毛太久一定会来找他的，疯狗很想直接干掉毛太久，他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个场景，但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他选择正式逮捕毛太久，交给法律去审判。疯狗来到了智慧的坟前，时隔三年终于抓住了杀害智慧的真凶。九妹也来到了爸爸的坟前，爸爸也没有白死，就是因为爸爸当时查到了毛太久，九妹才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也是能抓住毛太久最重要的证据。大直还在昏迷中，不知何时才能醒来，两位主角何时走到一起呢？斯人已逝，大仇已报，两位何不摒弃前尘，喜结连理。毛太久被一个医生带到了地下室，多人把他乱刀捅死，最后医生又补了一刀，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的结局是毛太久在自己的幻觉里，因为这个下场就是毛太久最害怕的，而且那个场所也和他狩猎的地下室一样，而且最后这个场面是通过九妹的转述表达的，所以到底是怎样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开放式结局，编剧给观众留有想象的余地，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肯定有不少观众认为法律对这种罪犯是没用的，所以
毛太久的下场就交给观众去脑补吧。 Voice 第一季到这就结束了，整个故事以智慧被杀事件和九妹爸爸被杀事件为主线任务，将报警电话中传来的神秘声音作为主要线索，串联起一个个零散的案件，最终讲述了一个官商互相勾结、包庇变态杀手、谋取非法私利的故事。编剧借此想传达的一点观念就是，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